你是否曾想过自行架设一个完整的行销官网呢？但是你可能不会写程式，也没有美术底子，这样还能架设出合用的网站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林以庆老师，擅长 Java、C++、PHP 等软体，并熟悉网络行销、网站架设、跨境电商等范畴，创建过多个网站，累积丰富的实务经验。现今的网站多元创新，会随着新产品、流行趋势或客户喜好产生变化，以及时传达讯息引发关注。而这堂课介绍 Weebly 免费线上网站建置平台，教你免费轻松又快速的架设网站，让你能运用它效率架站，提高行销商品的效益。课堂上有三大重点，包含行销内容的设计、架设网站的方法以及成功案例的解析，彻底学会网站建立的完整流程。无论你是想提高产品关注度的行销专员，或是想快速架站的网站设计师，还是想展示个人作品的学生，都很适合来上这堂课。你对架设网站有兴趣吗？赶快加入课程，了解更多细节吧。